第1356集，服用下本源果的一刻，方平的本源世界原本就被扩充了不少的本源世界，此刻居然再次扩充了起来。方平见过最大的本源世界是苍猫的，大概是一个直径不到千米的圆形，而他自己的之前经过圣人令的稳固，后期的扩充直径也有20多米了。而当他服用下本源果的一刻，他的本源世界居然在扩充，这一次是主动扩充，而非方平强行去开拓。这就是本源果？方平喃喃，有些惊喜。本源世界大小感觉对战力没什么帮助，可方平却是知道，这就是根基，本源世界绝对很重要。这一点其实并非方平有独到的见解，而是见识过苍猫的本源世界后，方平觉得也许苍猫的道才是真正的万道合一。苍猫大道稳固是真的极其稳固，方平哪怕有神器，它可以斩断苍猫的道吗？不可以。就苍猫那猫世界，方平进去了都不知道往哪儿砍才好。苍猫也不存在大道走偏差的说法，他的道四面八方的走，方平甚至一度觉得苍猫活了这么多年，可能就是和他的道有关，这家伙实力不强，却是活得特长。此刻他的本源世界变大，方平自然也极其惊喜，他当时要不是为了提升实力，也许也会和苍猫一样，不去特意开辟什么大道，而是一直扩充本源世界。此刻本源世界在扩充，圆形世界或者说球形世界在慢慢扩充变大，直径已经接近了30米。一声轰鸣传出，世界不再扩充，方平也感觉自己吃掉的那点本源果已经被消化了。方平睁眼看向对面的苍猫，苍猫也在吃，好像还在回味中。见方平看来手上还剩下一点的本源果，那是二话不说一下子塞进了嘴里，一脸委屈道：“没了。”骗子吃了那么多，居然还看着他的，害他都没时间品味了。方平失笑开口道：“吃了这个，你的本源世界有变化吗？”“有呀。”苍猫喜滋滋道：“多了好多鱼头妖了。”方平一听顿时无语道：“浪费，你制造鱼头妖有本源气就够了，本源果更大的作用还是扩充本源世界。”苍猫撇嘴：“本猫知道啊，可本猫的猫世界很大了好不好，那么点本源果根本没效果的。”方平想了想忽然道：“大猫，当年你开辟猫世界的时候有本源增幅吗？”“没呀。”方平愣了一下，他好像从没和苍猫讨论过这些，此刻急忙道：“那你现在有本源增幅吗？”“没呀。”方平惊呆了，真的惊呆了，没有。他一直以为苍猫这么强，那是因为万道聚集，本源增幅导致他增幅超过了地级，所以才会让他的九品境具备地级的战力。可现在苍猫说什么？没有。苍猫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，讪讪道：“是没有吗？那你怎么可能这么强？”方平一脸的难以置信。苍猫无辜道：“本猫很强吗？”他不觉得呀。不是。方平忽然将四周所有人感官屏蔽掉，急忙道：“可你明明具备地级的战力，你之前掉水力的时候神器虽然不错，可你要是没有地级的战力也做不到掉它拖着跑。”“是呀，本猫大概有地级实力吧。”苍猫还是疑惑：“地级很强吗？”“不是。”方平都快急死了：“你没有本源增幅怎么能强到这地步？这不科学呀。”“好吧，武道本来就不科学，可苍猫说他没增幅却是具备地级战力，这更不科学。”苍猫见他急得都快冒汗了，咕哝道：“啊，你说这个呀，本源世界也就是猫世界扩大的时候，本猫虽然没增幅，可本猫的肉身精神力都在增长呀。算了，你太笨了，听不懂本猫说的。本猫说的简单点，就是打破极限，应该可以这么解释吧。”苍猫不确定，
其实和初五差不多，也不是，应该算是初五和本源的结合，好像是这样的。苍猫还是第一次和方平认真探讨武道的问题，此刻苍猫也有自己的见解。你们走本源道的时候，不也会精神力变强，肉身变强吗？本猫其实和你们差不多呀，猫世界变大了，变大一点，提升的很少，和你们比起来好像很少很少的样子，可日积月累那就多了呀，就是没有你们的增幅。苍猫想了想道，没有增幅其实本猫觉得也不算什么，本猫一直觉得皇者其实也没增幅的。啊？方平意外的不行，什么意思？本源大道应该还是要和本体合一的吧？苍猫不确定。我也没问过，也不知道是不是，也许不是吧。不过如果继续走下去，本猫觉得应该还是要合一的。本源道给的增幅力量其实是外来的，从本源宇宙中来的，被你聚集了而已，并不是你自己的。方平脑海中掀起惊涛骇浪，他想到了悟道崖的那一幕，本源大道，借力之道，最终本源世界的那颗大星破碎了。他那时候觉得这是陨落的象征，而现在想来，大星破碎的那一刻好像有无穷力量涌入黑暗，这黑暗通向何方？他以为是力量溢散，可为何不是被主人吸收了呢？将本源道赋予自己的额外力量吸收了，融入己身了。方平陡然看向苍猫，语气凝重道，你基础力量多少？本猫就是基础力量嘛。苍猫咕哝道，又没增幅，那不就是基础力量？笨。我是说多少卡？不知道呀。方平无语，想了想，迅速凝聚出一抹气血。这是十卡，你能凝聚出来多少？我说最巅峰的时候。苍猫想了想，挠了挠头，又伸了伸爪子。方平好像想到了什么，急忙道，别乱算，别十就到一百了，这猫数学好像不好，上次算神器一下子就从几饼到了几十饼了，四舍五入的厉害，不，这家伙干脆就是二进制的计算。苍猫鄙夷地看着他，不就是算鱼头妖吗？你这么多是一个鱼头妖，你问本猫能凝聚多少个鱼头妖吗？真笨，你以为本猫和你一样笨啊？方平无语，这猫算起吃的倒是门清了，一天吃一百个，大概可以吃十年吧。方平瞬间换算了一下，一天一千卡，一年就是36.5万卡，十年365万卡。方平震撼，这猫基础气血堪比九品365万卡，这哪是一般的地级，哪是堪比地级，这是顶级的帝尊。200万到400万都算帝尊，400万到500万算是圣人，其实圣人就是过渡，朝天王的过渡。苍猫现在基础气血居然达到了这地步，不可思议，难以置信。天王级强者不用本源，还未必是他对手，这不是初五吗？方平急忙道，那你这和初五有区别吗？初五也是和你一样，无法动用本源增幅。苍猫鄙夷，你好笨呀，当然不一样了，初五的道都是一人一道，不一样的，而且初五的道是未知的，不知道怎么走，反正就是瞎走了，可本源道那是有道路可走的。苍猫想了半天，好像想形容一下，方平见他词穷，马上道，一个是手工制造，各个看起来一样，其实是不同的，一个是规模化制造，机械式制造，其实还是相同的，可以做批发的那种。苍猫想了想，点着大脑袋，也可以这么说吧，就像本猫这样，本猫走这样的道，你其实也可以走呀，可初五的道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走出来的，哪怕你跟他们一样走，走起来还是不一样的。苍猫说着又嘀咕道，反正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吧，初五也是有尽头的，可本源大道有尽头吗？苍猫仰着脑袋沉吟了一下，又道，本猫的猫世界还很小的，感觉可以走得很远很远的。
你的道如果别人也走，就不会发生冲突吗？不知道耶，本猫还没走到绝巅呢，哪知道会不会冲突，不过我觉得不会吧。苍猫不确定，因为 我这就是一条道啊，要是一条道，那和大家都不一样的。他这么说，方平微微凝眉，好像说的也有道理。若是将苍猫的道拆开了看，当然有重合的，可他的道其实就一条，若是一整条，那整个三界没人和他的道是一样的。方平急忙道，那你若是走到了绝巅，我也走这样的道，也走到了绝巅，也不一样吧？就和你们学的战法一样，都是力量重组排序，然后战法就不一样了。你本源世界和我一样大，可你排列的也许不一样嘛。方平如同醍醐灌顶，是啊，一语惊醒梦中人，苍猫的话好像为他开启了一个新世界。大家都是走弯道合一，可未必就是一样的。大道千万，你本源世界的道排序和我本源世界的道排序也许也是不同的。如此一来，大道其实也是不同的。大猫，你太厉害了。方平忽然欣喜若狂，一把拍在苍猫的大脑袋上。苍猫眼神不善，结果还没发飙，就看到方平嘴巴伸过来，好像要亲他。苍猫恶心坏了，尾巴啪的一声拍打了过去。不要脸。苍猫哼了一声，有些不高兴，不许亲猫。方平哈哈大笑，也不在意，继续坐下，一脸欣喜。本源世界扩充到后期，会让我的肉身和精神力极限出现增长。其实就是肉身了，到最后力量其实也是唯一的，肉身强，精神力就强，不会出现和初五一样，出现很大的偏差的，这大概也是本源道的好处了，所以本源道才会取代别的道。方平了然，接着又道，所以这么说，其实你没有本源增幅，而是将这种增幅力量消化了，吸收了，纳为己用，是这样吗？是的吧，本猫又没在意这些。方平无语，不过大概还是确定了。那我如果本源世界扩充，最后可能会覆盖了我现在的道路，我也能将这些增幅真正的化为自己的力量，对吗？大概是的吧。你别大概，很重要的。若是真如此，苍猫看着他，不知道他想说什么。皇者可以堵住大道，当年只是堵住了尽头，可若是有一天再有一位强者堵住了入口呢？喵。苍猫大脸上满是好奇。堵住入口？堵不住的吧，入口好多的呀。尽头也许只有一个地方。那可难说，外来的力量毕竟是外来的力量，而且本源道也并非无懈可击，之前一些强者的本源缺陷很明显，当然越强的人缺陷越少，可不代表没有。还有，有神器的存在，本源大道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隐秘，那么坚固，一旦被人针对，可能会出现大道被斩断的情况。倒是你说将力量化为己用，苍猫一脸无辜，我说的吗？我没说呀，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方平没管他，眼神闪烁道，我会继续走我的本源道，但是我也会努力去扩充本源世界，直到有一天让我的本源世界覆盖我的本源大道，我要慢慢的将力量化为己用。我现在有一个猜测，当我本源世界扩充到了百米之境，也许我可以覆盖掉一部分现在的大道，覆盖掉之后没有了这部分大道的增幅，可我也许可以将这些力量化为自身的基础力量。方平现在有了一些判断了，若是他现在将本源世界扩充到了700米直径，或者是1400米，他不知道本源世界是如何扩展的，也许是逸散型的，那时候可能就会覆盖他的大道，而大道给他的增幅可能会成为他自身的力量。初五的道是有缺陷的，本源道也是有缺陷的，也许苍猫如此走才是真正的将二者合一。初五强者自身强大，
却是走不远。本源道可以走得远，然而自身力量却是没有想象的强大。极道四帝、霸天帝和灭天帝都曾不用本源去战初五者，结果败了，可他们用了本源大道，初五者又不是他们的对手，他们也想融合，然而最后好像证明了一点，他们融合失败了，并未真正的将二者的精华融为一体。这三界真正做到的，方平怀疑就一人，开创了本源道的那位，苍猫也许也算，可他毕竟走得不远。这一刻的方平多了几分思索，第一次思考起了未来的道路该如何去走。本源大道还要走下去，这是一个捷径，但是本源世界也要扩充，捷径往往代表着缺陷，自身实力不够强大，这是很危险的事。方平看着苍猫，此时此刻他真的有些明白苍猫为什么好像不死不灭了。肉身强大到了苍猫的地步，真的会死吗？初五者都是有短板的。365万卡的基础气血，天王可是三倍增幅的，若是有三倍增幅，苍猫战力瞬间会达到1460万卡，接近破七的地步。如此来说，苍猫的肉身强度比一些破七的强者都要强大，因为破七代表走出的道路不止十万米了，增幅更高，他们的基础气血真的未必有苍猫强大。武道越来越有意思了，方平忽然咧嘴笑了起来，大道万千，果然任何一条道都是通往终点的道。